灵魂每个人每次结合悲伤，每个心跳每滴泪在等追逐风扇。二十几年前爸妈给我生命，其中一半的人生，又换了五月天给我好多爱与勇气，这次轮到我给爸爸第二次生命了。我希望等他康复之后，我也要带着他来现场，再一次回到这里，跟你们一起唱到80岁。乐乐加油！期待一场旅程，精彩万分，你却还在等。二十几年前，爸妈给我生命，其中一半的人生，又换了五月天给我好多爱与勇气，这次轮到我给爸爸第二次生命了。希望我可以把你们带给我的勇气和力量也传递给我的爸爸。我希望等他康复之后，我也要带着他来现场，再一次回到这里，跟你们一起唱到80岁。我数到三，你们一起大声的喊一声，乐乐加油！一、二、三。谢谢。来吧，第二人生。下一次回到深圳来的时候，你跟你爸不用抢票，要带他回来喽。大哥哥加油。你听到闹钟声，你推开了房间，你心在无尽的疲倦的人生，英雄没有出现，奇迹没有发生，只有苦涩的肌肉咖啡粉，一天天很想问，在等什么发生？人生在冲突，在起死回生，对心没有沸腾，也是没有心疼，只有你的名字长满了灰尘。每次结合悲伤，每个心跳每滴泪在等追逐风扇。如果命运注定你的诞生，如果末日失踪没有发生，不要等到满身，要死死可能不是此生。期待一趟列车，精彩万分，你不该再等，别浪荒废青春，用尽体温才开始悔恨，期待一种永恒，即使伤痕也奋不顾身，生命还没有黄昏，下一站你到底好人生，你的